我嬴稷，嬴氏宗族之子弟，秦惠文王嬴驷之子，秦武王嬴荡之弟，乃当今大清国之君主，今日在此立誓，此生当克己勤勉，自强不息，率我老秦子民，将秦国建为傲视周氏天子，中原诸侯之华夏第一大国。寡人会向天下证明，嬴稷是当之无愧的秦王。身为秦君，不想如此轻易言败。嬴稷决意合纵列国，铲除最大敌患。得了天下，必有声名，先天下而后声名。我秦国之大初，一统天下，乃寡人所愿，秦国所愿。为了我秦国能进去，何人不可杀？何人不能欺？嬴稷能治私心，抢我秦国，为寡人一统天下，才是丞相的天职。今日之会，乃是要议我秦大初之策。我嬴稷倒要看看，如今之天下，是我嬴氏秦国的，还是他赵国的？你以为寡人是醒着的时候多，还是醉了的时候多？寡人之志不容动摇。天下，寡人的天下，寡人这便灭了天子，取了天下。我嬴稷今日要做的，是他们想得发狂，却不敢说，不敢做，更不能做的。江山有多重，九鼎就有多重。既如此，这九鼎寡人收了。我大秦要灭了六国，只有灭了六国，我大秦才能真正一统天下。嬴稷从未恨过父王，做了50年秦王之后，嬴稷更加敬爱父王。娘，若有下辈，嬴稷还是你的儿。